点头杀，啊，莫名其妙。怎么李佳琦都不知道出来迎接一下？算了，我已经今非昔比了，不做这些幼稚的举动。哦，也别搞得太吓人吧，我们在车上真的很担心。我只想说，钮祜禄金靖回宫了。欢迎光临，嗨，陶贵人。直接选品吧。对，直接拿吃的不好。有被吓到吗？我吓坏了。真的，很好做作啊，今天。昨天晚上说。我们俩都不死。你们好高级啊。反正也活不了第二天了，好难哦！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身份，你可以去选择不要发言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现在狼到底在哪儿呢？就说了，好人，好人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红酒冒对了。狼人请统一意见，女巫今天晚上死的人是她。你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？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？又是你有一瓶解药我要毒了女巫太惨。天亮了，昨天晚上死亡分别是6号和9号，没有顺序。杀了我们两个旁边的人，你们就是故意让我们第一把活下来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佳琪团队干的吧。来，我来说一下，我是女巫，我被杀了，我毒的她。为什么毒她呢？看着面相就不像好人。好，我先不报身份吧，因为女巫已经走了，然后再报身份的话，其实比较难玩。对，对，对。我要很想说出什么，但我说不出来。好烦，就显得自己智商特别低。首先啊，我们从概率学上说，我第一把是狼，这把我不没有概率学，所以我是一个好人。就是你们要，我觉得我要坚定我现在的立场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你来吧。我需要更多的线索。下一个啊，过了。从概率学上来说，我也不可能是狼。我的警察他抄袭我。然后这一把我身份非常要高，这是个小村里，然后佳琪的经济应该有个狼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狼，所以就。听一下后面的发言。九号是女巫，她因为被狼人杀了之后呢，就是用了毒药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其实一号的发言我觉得还是蛮健康的，二号的发言比较一般，三号在划水，四号说自己是村民身份，然后我建议预言家先不说自己。这一把大家都玩得非常的谨慎，因为上一把，哇天哪，我四个跳绳。然后这把四个都一起划水。首先第一个，我觉得一文姐划水，我可以相信她的好人概率是50%以上。文姐划水就40%。不高啊，50%。那我们两个其中肯定有一个是狼。我暂且不怀疑你是狼。金靖。这么我。你抓去。就是我觉得啊，我们这一把我们要团结，毕竟我们家这一排死了就没什么好玩的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上厕所去。他们四个里面。他们两个，我们先弄走一个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投一个，我们投他。如果你不投他的话，你就是狼。一般按照道理，李佳琦就已经暴狼无疑，可是他又是今晚的主角之一。我不能。好像要留他在场上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可以下来上厕所。并且他完全暴露自己两位狼队友2号和3号，我觉得，因为李佳琦刚刚说了一句完全没有办法自洽的话，说我们两个人必出一狼，但你是好人。你知道有很多话，你知道直播了四个小时，没有，有很多话都是下意识的，就尤其是在直播了四个小时之后，非常疲惫，他不经修饰的就把一些真话给讲出来了。所以他呢就是一头名狼，但是出于今天这些东西也是在人家的公司，我们就留他在场上就是羞辱他啊，就是我们知道你是狼，但是同情你，所以我觉得2、3里面还有你一个狼队友。
状态那么轻松，那这一把狼到底是谁呢？三二一，投票。三号玩家出局，你有一页。哦，我带他。嘿嘿，巧不巧？好，猎人翻牌，再有八号玩家。想不到啊，先算万算，没算上猎人。对象，天亮了，游戏结束，人已经全部死了。叫你拍手拍手，拍了吧，太好听了，果然是好做的，完美一个好人是吧？都没有脸，尖叫尖叫，来来来，来给大家补拍，真的没有脸。所以要保他们，他两个中间他是好的，所以我一定要保他，所以我会说他有50%以上是好人，他有50%，所以我先把这两个用在一起，几率很高，而且我还给你报团。你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要给你报团？你哪里给我报团？因为我觉得你很紧张。因为我有预言家，所以我紧张。我听出来了，他如果不死的话，我第二天就要倒他了。对的，因为我知道他绝对是个狼，因为只有狼才会这么说话。很厉害，他会暗示给局。对，他会暗示。我在暗示别人，结果他的暗示只有狼人听懂了。就是购物篮，谢谢啊。这是购物箱，服务相当的重要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甘娜宝粉霜，隔离霜，隔离是需要的。这个4多块钱一盒，哎，但是只有三片，只有三片。对，这个都是限量的，都是限量的。来，要多买点。哎，你听这个声音，钱的声音。哦，这个很贵是吗？这个900多一个。拿着，适合我。香水需不需要，小姐？香水需要的，我想要就是有那种魅惑的那个香味。魅惑的香味儿、哦。对对对。自己闻一闻呗。绿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这个不错，可以。我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的。为什么天天学我？老是跟风小兰了。我很喜欢这款牌，香水味精油，最纯量最纯，又能降到魅惑。嗯，这个好闻哎，真的吗？哦，这个好好拿，给我们的大海仓库，这次拿的还行吧？准备好，来，行李箱都给你准备好了，辛苦。哦，大牌我来了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多拿点。别拿这种占地方，但是，哦，这个好好看，哇，这个包超好看，这个包很好看，你要看那个颜色，哇，好复古有没有？太适合我了吧？你要把所有颜色都配齐。好不好看？那我要看你在机场的图片，要一个星期就是这个包哦。哎，我在机场直接就这么，就是这样，饭包了，卖光了，这王，看了，这是很好看。你需要再配一个行李箱吗？好烦，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？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？师傅拿太多了呀。没事，换着搭。你们俩拿几包梅子在车上吃啊？你们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超喜欢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色真好看，这是限量的那个。Yes。怕他反悔，还亲自给我们看门呀，好感动啊！外面下雨了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没有的。拜拜，辛苦你了。好的。刚刚为了我想要让他走楼梯，然后吓他，结果我就把我的电梯锁到了3楼，现在我要上去做头发，上不去，电梯下不来了。